这是南投县信义乡一个玉山山卡部落的学校，所以产生一个有像诶天音迄款美声的合唱团，迄就是原声童声合唱团。其实，阮办理这间学校，组织这个合唱团，阮只有两个上重要的目标。第一个目标，就是要创造一个机会给小朋友，或者小朋友有机会走出部落，参加家来接触。那是第二个，就是阮要起一个所在，给囡仔会通建立自信心。其实，咱若给囡仔机会，每一个小朋友拢会当会晓。十五年来，坚持每一天下课以后，教大家唱歌的马校长，甲伊讲：天公伯啊，予你天才一款的歌声，你就应该甲大家分享。对每一个囡仔来讲，上台比赛毋是讲为着得奖，而是想要甲每一个人分享唱歌的欢喜。那到要上台之前，马校长拢叫大家低头祈祷。感谢主耶稣，让大家会当欢喜来唱歌。掌声就是最大的动力。囡仔用歌声搁在证明，只要咱努力，一定会成功。